我没有办法全那个解释全部的流程，因为搜索是他打给主席的，那他是说他没有接到电话，那个叫做什么转接营运信箱，请稍后再拨，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后来简简打给我的时候，我打给他也是这一种，然后他就叫我要回去开门，那我就回去了，就这样，就是那我那时候是住在外面，因为为了要第二天上班这样子。那我回去的时候，我开门，他们是一直跟我讲说不要就是他们就是我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讲过了，他们认为说就是我不晓得我进去的我到达的时候到底已经是他们到那边时候的多久，你几点到？因为那时候有点慌乱，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我几点到。我是说我打电话去，那时候我记得是还在睡觉，那就梳洗一下就是出门，但是我真的没有记得说几点到这样子。所以是看到洗澡跟上洗手，那是我上去的时候看到的情况，但是我不晓得说他已经打电话给他多久，是不是已经很久了，这我只是说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而已，但是之前有隔多久了这个我不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